马华常常哦，然后我要讲，我们可能做政府做很久，9年，很多人讲做政府你们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，我承认。可是我今天可以打包单，杨美英打包单，行动党所有的议员，行动党党没有用过我们在雪州政府、滨州政府的政权拿过人民的一幅地，没有一幅，一寸都没有啊，一寸我们都没有拿你的地啊。所以哦，我们常常就给马华笑，马华笑我们什么？马华笑或者是国政笑你，哎呦，你做了政府哦，每一天还要做筹款晚宴啊，为什么你每天还要做筹款晚宴？因为行动党做政府没有用政府的权力把政府的资源放弃自己的党，我们宁愿光明正大的筹款，也不要像马华一样暗地里抢人民的钱、偷人民的钱、把人民的钱占为己有。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的新的政治。做政治人物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可以偷。